依家喺花浸会。今日咧就依家仲系十点钟啊，呢边人就比较少，呢边喺装修紧，右手边装修，左手边亦都系喺装修，仲未开业啊！佢哋十点先开业啊！来呢边行一下先，搵个早餐肠粉食啊！我食个夹大粥又如何啊？实在系太饿啦！潮州鱼粉，你吃这个吗？不吃就往前面再看一下。吃，但是中午都吃不了。不，现在饿死了我。行了。啊。那就坐着点。食呢个啦，不过好似冇空调，或者行下先啦。呢边系潮州粉。啲餐厅啱啱开始，我前面仲有啊，手打柠檬。椰子鸡啊，我哋来嘅时间早咗少少啊。麦当劳呢边就人比较多，好似系24小时营业嘅。泡大叔柠檬茶，打算来呢度食个早餐，不过睇下菜单先，佢哋好似呢个仲未营业喎。我有个餐牌太少，津津有味，必食榜。红枣啊，红米肠啊，牛肉球啊，喺呢度食。依家时间早咗少少喎，佢哋依家仲未开始啊。不过我依家真系好饿啦，等唔成啦。佢哋个厨房，几点开业啊？10点。哦，那现在时间还有9分钟。10点。对。这个是脆鱼皮艇仔粥，它的这个鱼皮呢是单独用这个单独装的，可以自己加入这个粥里面，也可以不加。搅拌一下，脆鱼皮，炸呢个鱼皮先，呢个是脆鱼皮，油炸过的螃蟹凤眼角，呢个是呢间店赠送的山楂汁虾饺凤眼，饺子嚟嘅，上面有一层呢个是对面来了4个外国。靓仔，两个靓仔，两个靓女。红米肠来了，
喜姐炸串啊，之前我还蛮喜欢吃这个喜姐炸串的。这是寿司啊。一酸菜比别好吃，比别好吃的酸菜来了，看到酸菜就想吃，开胃。啊，好像是这边有电，有按摩椅。啊，对，那里啊，看到没有？就这里啊，去看一下。我要坐一下先，在这里找个按摩椅来坐一下。啊，体验一把。就这里有点闷热。这也有位置坐啊，你看这里有小度的椅子。哎，你可以在麦当劳这里坐。不，你可以在麦当劳这里坐。可以啊，为啥不可以？玩个福利彩票不？福利彩票还玩吗？哎，从这里走过去吧，这里还没走。这里进去是哪里呢？哦 ，K113 层的呀。哦，里面有个图书馆，可以在那里看书休息。进去就是 K111 喽。哇，这里才多人哦！我知道了 ，K1 里面就可以直通那个夜上海街。什么？这里面是面包节，然后面包节就是有优惠是吗？对对对，然后这个是可以上小红书打卡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啊，这里多人，这里多人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对对对。啊，这边有一些试吃可以试吃啊。对对对，这是丹麦。我试一下，都试吃的，你试一下。对，这个是我们用法国进口 T45 面粉去制作的。哦，先试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这是草莓的。T45 面粉进口的丹麦吐司，可以试一下我们的。好吃。对，我们所有的面包都是用法国进口 T45 的面粉去制作的。对，是这款，这个是外酥里软。可以试一下，确实好吃。你看一下这个，淹色子，淹到数字一或六就可以获取小礼品。这边可以扫码。那这里，是的，但是这个太安多啦。就是玩游戏嘛，淹到一和六就有小礼品。去验一下，验不验？我给你拿了，你把垃圾丢了吧。我在你哪里？我来验吧。我今天陪你在哪里？走，去那边。要进洞察。面包公社。哦，栗饼啊，面包机啊，热乎了。那这个给摆出来。你们小马可以领这个。哦，对啊，没有。我想要个那个。全都是你的面包来的。三十一，三十一，多谢晒。我没有。
什么事吗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可以行，行。我以为要打我，以为中国人，你是打我地吗？走路。啊，人包就睇晒啦，各种各样嘅百几两百种呢啲各种各样嘅面包。哦，里面仲有啊？他都唔食过嘅。是五块钱的微商，然后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红书。然后再要一个这个。你找好了。还要给你一个点，这个、是吗？对。要麻烦你扫。十五块钱一个。这个是什么？肉桂卷。肉桂卷。走一个圈，看一下你要不要买一点票。现在还不买，我还晚上才回去提的累。十二红茶奶酥贝果花椒腰果，这个是22。啊，这边还有，加上我这边哈，现在都是在 K11 商城里面就搞了一个面包，面包特卖场，他们叫面包节。啊，这是我的面包节的。快啦！好多小姐姐啊，今日啊，食艺神会，面拥抱面包节会大湾区。哇，佢呢个面包节有一区24，呢边系50，呢边68。哇，总共有1到68个区啊！呢个就系面包。哎呦，哎呦，出色！面包被，可以直接当被子了。你连仲系面包节嘅？还有很多叫这样还没找到吗？微信加了吗？微信要加吗？加一下可以录一下。我不知道加了，小红书关系好。